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阿喜。今天我们来表姐家，然后再过烧麦，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小吃啊，叫烧麦。现在已经开始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怎么做的哦。做的烧麦是用那个芋头，还有那个地瓜粉一起弄的那个皮啊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搓搓搓，搓成润滑嘛。然后就里面包那个馅，里面的馅是有那个很多东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你看这个馅的话有很多材料啊，有白萝卜、红萝卜、香菇，还有笋、香葱，非常的香啊。你看很漂亮啊、哦、很香。包出来的烧麦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种尖尖的，你看有点像北方的水饺可能啊、哦。这个是蒸好的，这个蒸好的就是你看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哈。刚刚搞不好，五年半，年前五年半。看一下没有，这个蒸出来就这样子的。我尝一下好不好吃？很有嚼劲，然后这里面的馅很香。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烧麦啊？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小吃啦。然后每当有喜事的话，做这道烧麦吃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哈、哦，我们准备再次去吃烧麦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